土豆粉啊，宝宝们。22.95元五包，一包是310克，下面有链接。总有宝宝说这个土豆粉跟那个米线长得像，但是它俩其实是两种东西。你看这个就是微微透明的，它会更 Q 弹一些，就土豆做的，那个粗的米线是大米做的啊。哎呀妈！好吃，下面有链接。我给你们看看袋子啊，宝宝们，别着急，一袋里面有一包土豆粉，然后三包调料，三包调料都有啥呢？有辣椒油，有底料，还有这个麻油。这个土豆粉绝对够吃，我这个是一袋，让我吃了几口才上来拍的。